刚刚去那个看完那个后面的羊带小胖来柳州剑拔山三门烧烤这里搞顿宵夜先啊。这次还有这次香烤的对点了那些石螺那些鸡鸡巴巴的我知道你喜欢吃石螺啊，还有点了一个茄子，这个喜欢吃。一个是来二块，两块。说他最长的就是鸡块。不要吃欧菜，还有那个黄瓜，不要吃欧菜，黄瓜。这样子，那我再点。冬青菜炒的干嘛？冬青菜，冬青菜就是冻菜，吃冻菜这款。加辣椒什么的，那个加两个。反正点了十来样了。不要给太多张纸，你给我打字，你要想着有十来个人哦。我一张点好了，我点在竹林上。那个什么，手机没电了。冻菜，冻菜，下一款新是冻菜。在我们那里，冻菜都是炒。没有啊，好像没有辣椒才炒的。好像在这里现在没有冻菜哦。没有，就这个季节不是冻菜的季节。但是我那里在江口，我知道了。江口我那里我要麻油，但是这里没有。可能贵，我觉得可能是这里贵。麻油啊！嗯，好。你自己吹的。那爸爸帮你吹。那我先吃。那给阿姨吃了吧，这个。他给我吃可以吗？那给他妈小胖阿姨吃好了。那你说今天还说想他的，他说他要坐飞机来的时候，你还说想他？假想是吗？给一根吗？你这里还有啊？那给阿姨吃啊。给一根吗？嗯，大盘一根吗？一人一根，给的那个阿姨要给。哇，谢谢乐乐。那你佳佳姐你不给啊？佳佳姐呀、啊？哎，我一根就没有了，我好为难哦，这里没有啊，我好像不是不止给这几根的，应该还有的。对，吃吧啊，吃吧。哎，爸爸帮你吹呀、啊！我要吃带辣椒的。嗯，我现在也吃不了辣椒，回去做都吃不了辣椒了。谢谢爸爸。你回来广西什么都好吃哦。嗯，在我们那里，东西都不带辣的，然后久没吃辣，你现在就吃不了太辣的东西。嗯，还去吃那个要吃不辣的。这次过来把螺蛳粉吃够才回去啊、哦。不够。那你刚刚讲的？吃多几餐也不行了。那你别说来了，来了这个都请你吃螺蛳粉来搞了。不好啊，那螺蛳粉这么长。你看我在厦门上吃都吃不到这种的。你们出了柳州之后，你再跟我说你有很正宗的螺蛳粉都是假的。这个不好吃，吃过太多家，吃过好多家都不好吃。吃了那么久的还没吃到来吃，他们又肥了，又肥了，见面肥好爽，回家然后再加那个，那是他送给他的，好爽。小胖子要回去吃，咦，他们呢？他们不来的吗？那你们两个吗？到外来没有啊？我也是他们还没到，那是我开始的。他们准备来取碗的呀，大哥要陪你宝贝坐吗？要陪你宝贝坐吗？他宝贝还没到，你先到。马哥又换宝贝了，马哥换宝贝换得快不？马哥应该这么凉爽。好，这样子就可以了。他出来嘛，我们来吃鱼咯。没关系，今晚上哥哥买单。
好吃吗？吃一点吧啊，吃饱饱去吧啊。走了吧，走了，走了，走了，吃饱回家了吧啊！吃饱了，一了啊！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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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鸡